周边玩主态度。如果问大家现在最火的动漫是什么，那么无疑有许多答案，但是要是说到最吸睛的动漫，答案显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海贼王。不论是漫画超过3亿的恐怖销量，还是长盛不衰的 TV 动画，这部由尾田老师呕心沥血打造的作品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的记录。今天的潮流玩主，让我们一起走上伟大航路，和大家聊一聊海贼王的那些手办周边。欢迎收看潮流玩主，我是依依。大家好，我是西总部。欢迎我们这期请到的最新的这个嘉宾主持西总部，超级帅。来，我自己鼓掌给自己欢迎一下。好冷哦，对，三条黑线。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期又是有一个新的主题了，我首先呢先问西总部一个问题好了。好，你问我，你喜不喜欢看热血漫画？喜欢呢。说几个好。说几个，我最常看的其实是海贼王。所以这期呢，我们也是特别的请来了两位一，这个两位一，两位喜欢海贼王的这个嘉宾人，对，没错。然后呢，首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好吗？大家好，我叫张楠，然后在一家网络公司做一个编辑职务，然后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刘晓明呢 ？Good days， 你就哈子岁。大家好，我是 Good， 今年28岁，这人生中大概有一多半时间都在看动画和漫画。现在也是正在做动漫相关的产业。不知道的以为是在《非诚勿扰》啊？不是，除了《非诚勿扰》之外，我还有种穿越的感觉。他刚才说了，好多日语是吧？对，不打得死。嘿，不打是什么意思？哎，如果非要问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有两种解释。不打第一种呢，应该是小猪的意思。其实不是取这个意思，因为不打还有佛的意思。哦，所以前面会带那个佛链是吧？哎，对。因为不知道是你刚才自我介绍说是这个动漫产业里面的一份子是吗？哎，是。哦，所以说能不能升华一下，提高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档次？就是你是如何看待这些动漫啊什么的漫画呀？啊，也算不上特别专业吧。也是在今年我们开始正好在负责一个项目，也是正好跟这个厦门动漫基地一块在准备发行一套白皮书，是关于咱们这个国家的从中国视角出发的整个世界的这个漫画动画的这个评测，其中包括就是说的简单一点，是我们如何看待一部漫画，如何评定一部漫画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一部就是吸金的作品？哎，所谓吸金就是它真的是太耗费我们的，而且它也不是骗钱，就买在这儿，你爱买不买？对，但是大家都愿意去买，它特别贵吗？反正据说伟田老师每一年靠卖版权大概要卖1亿左右人民币吧，但不会都揣到他的腰包里吧？就是说他的收入啊，好啊，那是说他的收入，就靠你了，去搞定他，说的是他收入，好，这么高是。说到海贼王，又如何不能不提到形形色色的海贼王周边商品呢？除了日常大家都能玩到的各种游戏以外，制作精良的手办也早已成为海贼王文化的一部分了。那么有谁知道海贼王手办中最著名的系列是什么吗？接下来的节目里，让我们为大家揭晓。今天我们这个布达也是带来了他的所有的收藏本，也不是一小，真不是所有的，一小部分。因为传说中我们的编导去你家看了一眼。哎，是。对，然后所以你今天都带来了什么，或者是你的收藏当中都有一些什么大家没见过的或者很稀少的？其实没有了，因为我收藏这条路还走得比较近了，很多老前辈都在我前面等着呢。那其实我今天带来的其实系列比较杂了，有大阻力的，有这个商店限定的果实，然后有泡泡系列的、阻力系列的，然后这是子涵带来的 Zero 系列，然后包括这些也是泡泡系列和WCF 系列。那这些的系列是怎么分的呀？你简单来分的话，其实原来最好分的话就是从大到小排就行了。然后 POP 是最大的，然后其次是阻力，然后 WCF 是最小。阻力是眼镜厂的一些产品，像它这款就是阻力的这个经典场景系列，啊。那波大，你是怎么着开始决定要去收这些东西吗？哦，其实这个挺奇葩的吧？媳妇儿啊，不是，是这样，说白了就是有钱。对，没有。第一次其实他本来是拦着我，因为我们第一次是走在南锣鼓巷的时候，南锣鼓巷有很多手办店，其实我之前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东西有手办的。然后因为我个人除了 S 以外特别喜欢老爹白胡子，这样的话就是当时特别喜欢，所以呢就是结果一进店里发现有这个东西，就当时是 POP 的应该算是最贵的一段时间，
一个白胡子要卖到1200多，那么贵、啊？是，现在只卖300多，现在只卖三百多。那你买的时候，现在已经赔了。对，对我已经赔的底儿都掉了。那现在就是说，当时就因为一看到有，简直特别爱。后来我们俩就拽出来，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就在想在这方面花钱，就商量了很久。后来就还是觉得就是，特别喜欢。然后为了证明我看过，我一定要买一个。然后我当时就特别这个心狠的说，我就一定就只要一个。于是就买了一个回家了，从这一个开始就有无数个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布达佩斯家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我只有一个看 VCR。 是，大家好，我是崔克，这里呢就是我的家，也是我的这个小陈列馆。来，大家跟我一块进来，往这边看，这边呢是我的第一个柜子。我开始以为那是养鱼的缸还是什么？不是，鱼的缸那么高哦？没有，我开始他那不是有一个蓝灯吗？我以为里边是全是小的鱼。第一个收藏品其实是在最上面的这一排，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排呢主要是泡芙系列的西武海系列，以及这个比较违和的老爹在里面出现。这个老爹呢是我所购买的第一个这个 POP， 也是我入的第一个这个海贼的这个手办。我刚才特意给了老爹一个特写，你正好特别喜欢白虎。是，那是第一个入的。你哦，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是。那么下面呢是整个收藏的 WCF， 其中也挺感谢很多朋友给我的支持。然后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这一套这个老爹的船长系列。下面的这个 Sideshow 的这个都全部是暴雪系列的巫妖王和大菠萝。这两款呢是大约在今年的7月份8月份刚刚开始收集的，主要是 Sideshow 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的这个做工精细，而且也不会赔价。你看你还有好多其他的手办，其实爱好也挺广的哈。是，只收海贼的东西？没有，因为日漫和美漫都有一定接触。这是动系列吗？对，这是10周年跟朝伟俊男合作的那个。从这里面做的最好的呢，大家公认是这个老虎的索隆和这个动物的路飞。那对你来说，这些东西算是收全了吗？就是你的，对我选的视野之内。是的，我是一个共鸣党，就是如果有共鸣，就一定要共鸣。啊，就比如说，就有一个九人，如果有路飞的话，一定要九人全齐这样。哦，那你就祈祷尾田别再加入更多角色了。其实是这样哈。对，是。下面呢，这是等于是做的自己配的一个场景，是调试2.0 MK35 和两个斯嘉丽。斯嘉丽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女性角色。然后可以值得注意的一下，就是这个是天空玩具的老徐送给我的一个这个斯嘉丽的亲笔签名的一个 T 恤。然后往这边来看的话，这边相对收的这东西就是比较杂一点，都是我的这个童年的一些爱好。啊，你这边还一柜子呀？啊，是，还有两个。刚才不是没看吗？这一边收的是个头稍微大一点的吗？所以放在这边。不是，就是这边可能，应该是我们家那位更喜欢的都搁在这边了。哦，然后喜欢是后一金属的。所以你看，老婆大人的柜子更亮。对，是。自己那只能卡墙角放。上面呢是我爱人最喜欢的这个黑衣系列主人。这套是啊，金狮子剧场版。啊，穿的都是黑色制服的那一套。是，所以那个俗称黑衣九人嘛。啊。是不是还有一套红衣的呀？是最近，应该是去年播的那个红衣的。对，第三层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套海贼，这一套呢，等于是相当于大海贼时代的时候的这个，争霸的这几人，包括战国、卡普，后面的罗杰，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年轻版的白胡子。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说的这些内容呢，相对还是有一些比较杂，包括 HT 呀、大土地，包括这个，三手都有涉及，但是当然最喜欢的还是海贼系列。整个家里面呢也是按照海贼的风格来布置的，个人呢对于这个海贼的钟爱实际上可显一半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到我家来参观，希望有空到我家来做客，谢谢。现在看完小片回来，其实刚才看布的这个家里这些东西，我也有点这个手痒，也想收点。那两位嘉宾跟我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我要是想收的话，能从什么系列或者什么类型入手比较合适？你可以先从快餐店收几个吗？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餐送的那个是吗？对啊，还能跑呢。但是哎，没那么惨，是如果单独收呢？单独收的话，其实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有几个建议，像 POP、Zero 其实都可以买，包括 WCF。现在来讲，性价比较高的像是 POP 比较合适，因为它正在降价，也是最大最精美的。
其次，如果家里没有太多的地方或者资金不太充裕的话，其实建议组立是非常好的选择。组立的意思就是，组立它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它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组装才能立上？像大组立的，但是这意思啊，我以为是这个组立啊，不是魔鬼的步伐，是组织的组，哎。那么这款大阻力型的来讲比较便宜，性价比比较高，可以考虑先入。我刚才看到这款是什么 POP 是吗？哎，这款是 POP。哎，对对对，别因为拿它我再摔了。对，你再摔了，反正不随时。不值的，这多贵啊！但是摔坏了赔不起。我比哈贵好吧？然后呢，我看到这上面会有一个这个贴。哦，对，贴纸是吧？哦，这个是这样啊，这个猫贴是东映的一个版权标志了，就是所有东映的版权都会印上这个猫贴。根据猫，这有不一样吗？对，这个、根据猫贴不同的颜色代表它不同的这个发行地区啊，不是制作地区。品质和价钱没有关。也有一定关系，就是首先说一下，就是所有的 POP 都是在中国制的啊，但是它根据猫贴的颜色是发往不同的区域。明白。所以有些人会迷信，比如金猫的这个日版是最好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跟中国做的，只不过发行的发行目的地不一样。哎，是是。那咱们今天看桌子上摆的，好像多数都是路飞和艾斯是吧？是。其实咱们也能，就是因为咱们毕竟咱们几个都看过海贼王的漫画，也应该也有印象，就是尾田荣一郎先生其实他在原作中对这个兄弟情谊的描写是非常细腻的，是以至于当时其实很多人在看一些桥段的时候都能感动的这个潸然泪下。我哭了。你又哭了是啊。哎，其实你知道吗，艾斯本来不是，其实就不是路飞的亲生爹。我肯定知道，咱都看过。是。然后他是罗杰的孩子，然后罗杰在海军马上要处决他之前，然后将那个艾斯然后托付给了卡普。对。然后卡普呢从小让艾斯跟路飞一起长大，然后才有了他们三兄弟结义的这个情景。你忘了。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之前面前的这个是 POP 的，前面是 WCF 的，这都是他们结义的场景的一个重现。可以看到他们三个那个手里各拿着一杯酒，对，然后下面有一个小酒瓶子，还有路飞小时候还拿棍儿。这是他们说错了啊，对他们都，其实他们三个每个人都有个棍子的。然后他们就是在等于是在举杯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喝下这杯酒我们就是兄弟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真是让人潸然泪下的那个感觉。这个呢就是 POP 的童年系列，前面也是 WCF 的童年系列。那么这边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大阻力，就是艾斯和路飞已经长大以后的这个形象了。没错，看起来比较英俊哈。对。那么在艾斯面前的这个红色的果实呢，就是后来艾斯吃掉的这个恶魔果实，叫梅拉梅拉诺米烧烧果实。嗯，对，你都记得住。哎，是。然后像这边这几个形象呢，就是艾斯临死之前，也就是顶上战争，这整个海贼王最高峰的时候。这个他跟路飞的摆出来的造型，而且还有带火啊，是是是，也是在这一役，这个艾斯的这个烧烧果实燃放出了最大的力量，他本人也是在这场战役中殒命的。现在呢，这个烧烧果实也有新的去向，对，然后在唐吉诃德举办那个斗境会上，然后已经被他的结义兄弟萨博吃掉，这点让我很欣慰。哎，对，就是被这个小兄弟给吃了，对，哎，但是也非常狗血这个剧情。聊完了海贼周边，又怎能不聊一聊海贼动画片呢？为了纪念 One Piece 播出15周年的特别番外篇，将在8月30号播出啦！经历了顶上之战后，失去哥哥的路飞如何战胜心中的悲伤？为守护伙伴而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验？都将在本作中揭晓。刚才咱们聊这么多啊，考考几位，其实今年还有一个15周年的番外篇。大家知道这个叫什么？我知道，我知道。呦，你又知道了。啊，不告诉你啊。啊啊啊！你说吧。不行，等会儿，我要说，三。反正肯定叫海贼王什么什么什么。三 S 什么二 D？ 三 S 二 D？ 你以为找贝？三 D 啊？你说吧。然后什么？你可真记不住，别编了。跨越谁的尸体？然后什么路飞的小伙伴什么？对，路飞跨过我的尸体是吗？啊，正好这个也是要在今天去播出的这么一个番外篇哈，应该是记得是叫他那个三叉啊，叫什么？是说哎，不要不要哎，对啊，三叉是把那个三给叉，把那个 D 给叉掉了，三叉，他写的是三 D， 哦，把 D 给叉掉了，哦，然后改成 two year， 啊，就是说他本来跟伙伴约定的是说我们要三天见嘛，现在就是因为艾斯的死，他觉得自己实力不够嘛，实力不够，是实力不够嘛，于是要跨过艾斯的尸体进行小宇宙大爆发。这样吧，我来公布一个完整答案啊。对，其实我也没记住，那我只能念台本了，不好意思。说的是，
One Piece 3DRY 跨越艾斯之死，路飞与伙伴的誓言啊，名字非常的长。对对对，艾斯之死 啊，你以为是跨过艾斯的尸体？对对对啊。然后这个番外篇讲的是什么呢？对不起啊，我还是要念台本了。你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好吗？那不行，记性没您好吗？啊，他说的是，是在这个之前，路飞失去哥哥艾斯之后，对，他是想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在失去亲人之后，就要想如何度过这段压抑的这种悲伤嘛。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他也跟随这个罗杰海贼团的这个副船长修行了两年。对，没错。然后这段期间，其实他还练成了霸气。是。所以其实整段剧情应该是讲述这段他度过最艰难时期的时候的一些剧情。在那个岛上吗？对，对，是在岛上。World 海賊団船長 Bandy World 仲間兄貴。このありさまで何が守れる史上最悪の能力者がルフィに牙を向く8月30日土曜夜9時ワンピース 3D2Y 幻の2年間が今明らかに。咱们刚才说这个名字，其实从番外篇的这个名字也能看出来，这一部动画肯定又是侧重于渲染这个兄弟之间的情感或者伙伴之间的情感。是。那连依依在内，我觉得问三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在看这个系列动画的时候，最让你们感动的情节都分别是？哇，这好难选啊！你干嘛呢？我在考虑啊。你在考虑是吗？对，那么多集呢。那子安先说呢？我觉得现在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集，就是那个具体的那个战役我忘记了，然后应该是在打沙俄的时候，然后打完沙俄奇迹于公主，然后对他们很感谢，然后但是路飞怕连累他们，然后共同背对着那个奇迹，举起右手的时候，对对，举起右手，我觉得那一幕真的很感动。我这边最感动的恐怕是顶上之战的时候，就是白胡子临死之前的那个场景，那就是实际上这个艾斯向白胡子行跪拜大礼，白胡子向他说就是我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吧。俺が親父でよかったか，就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是实际上白胡子这一生只是在追求这一个目标而已，所以那块觉得特别感人，特别感动。哎，是，该你了，别哭了。我特别感动，那个刚刚一想到那一段，我就眼泪都差点涌上来。其实就是玩命编，还没编出来。不是啊，那你编一个，就用几个字就能，大家都知道了。说呀。啊不，我爱你。太冷了。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就是那鲸鱼。哦，是撞山那块吧？就一直等，对对对，就一直等。你不觉得特别感动吗？因为他们一直叫我阿布。不打 story。其实我最感动的一块根本就不感动，我是感动是在于路飞每次去吃海王类的时候太香了，然后就实在是也想吃，你知道吗？没有，但是你看他吃肉多香啊。然后呢，没了。我这个感动也不一定非要哭嘛，对不对？对对，只要感同身受就可以嘛，走心就好。对，走心就好啊。所以其实看下来，我觉得，反正最起码对我自己看这些动画来说，我觉得《海贼王》确实就像刚才子涵说的，是一部非常走心的动画。然后我觉得这种漫画作品可能在现今来说大家能够接触到的也是越来越少，也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尾田荣一郎先生能够持续的更多的去创造海贼王更多精彩的故事，是别老生病，对吧？是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就先到这儿为止了啊，感谢两位嘉宾，然后哎呀一感谢你啊。为什么呀？对啊，因为跟你配合比较舒服啊。啊，是吗？啊，是啊，啊，这个 feel 倍儿爽是吗？对，摩擦摩擦嘛。好，那好，咱们就这样吧。好，跟大家说再见吧。好，拜拜，再见，拜拜。され顔にを取るのさ誇りかぶってた宝の地図も確かめたのなんだ伝説じゃない個人的な話は誰かのバイオリズムの勝手思い過ごせばいい
wanna be my friend。ゾップ、サンジ、ナミ、チョッパー、ロビン、フランキー、ブルック、それからエース、サボ、もう一度誓うために俺は強くなる。